米豆子，来，米豆子的袜子给你。啊，它上面有写字哎，你看，它有写灶门米豆子哦。弟弟，你在玩火车哦？等一下，因为姐姐要穿袜子哦。我们穿完袜子之后，我们就要一起出门了。姐姐，很棒，你那个扣子给我，这个，来，你帮我拿着。它就是袜子都会有这个固定的夹子，好，这个固定的小夹那子。个我会拔哦。好，很棒哦。好，你这个穿齐一点，你这个有点歪歪的，姐姐，歪歪，有点歪歪的，有没有觉得？没有啊，它根本就这样啊。好，那你就这样吧。好，换另外一只脚。看一下。等。好，站起来，看看好不好看。嗯，还不错哦，还不错哦，好吧，OK，那我们可以出门了。